所以在这一句里面，这个信心在我们现前境界最重要的就是要信佛。佛是我们的老师，菩萨是我们的老师，要信佛的教诲，佛的教诲是经典，也就是说我们要信佛，我们要信法。那个僧能不能相信呢？有问题啊！僧如果不是真正依照佛法修学的，他是凡夫啊！他自己这一生有没有成就都很难讲。我们的信心怎么能生得起来呢？但是经论上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啊，生他的心行与佛法相应，我们就可以相信他的心行与佛法相悖，我们对他就敬而远之。敬是恭敬，恭敬决定没有两样。远是什么？不跟他学啊。那我们怎么晓得他有没有根本呢？实在讲的说，你只细细的观察。他还有自私自利，这是凡夫，跟我一样啊，我也自私自利，他也自私自利，我有是非人我，他也有是非人我，我有贪嗔痴慢，他也有贪嗔痴慢，这两个差不多嘛啊。如果他没有自私自利，他没有是非人我，没有贪嗔痴慢，这个跟我们就不一样了。再看看啊，仔细观察他是不是孝亲尊师。如果他孝亲尊师，我们晓得他有根本啊，这个我们可以相信。所以佛法僧三宝在三宝上发起信心啊，依教修行，这是第一步啊，教人要生起信心啊，对于世出世间圣贤的教诲啊，生信心呢，是教化众生第一个目标。信心生起来之后，那就进入第二个目标啊，修菩提心。修是修正，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悟的意思，智慧的意思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是真正信心建立了，你要把你过去错误的生活、错误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啊。过去我们的生活是愚痴，没有智慧啊，迷惑，没有觉悟啊，凡夫过的是什么生活？愚痴迷惑的生活啊。
所以他的日子不好过啊，过得非常辛苦啊。玉米哪有不造业的呢？生活造业，工作造业，处事待人接物通通造业。就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。你们想想，佛菩萨讲这个话过分吗？不过分呢，真的无不是业。为什么会造业呢？愚痴迷惑啊，这个是造业的根本呐。信了三宝之后啊，我们把自己的成见放下，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在生活里头、工作里面啊，待人接物，绝不随顺自己的烦恼，把它修正过来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把佛菩萨教给我们东西，我们在生活上、工作里头兑现，认真把它做到，这叫修菩提心。行是生活行为，这样我们才真正得到佛法利益。这个事是大事，不是小事啊！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从迷惑回过头来，依佛菩萨正觉的教诲，我们从愚痴回过头来，依佛菩萨智慧的教导，我们要肯定经典是智慧，经典是觉悟。那么行从哪里行起？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从三福下手，敬业三福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要从这做起啊！佛为我们讲了一部《十善业道经》，这个经不长，但是它不是小乘经，这一部经收在《大集经》里面。佛在经上明白开示，这个十善业是做人的根本，是成声闻缘觉菩萨如来果德的根本，不可以轻视啊！彻始彻终啊，经论上常常我们读到的善男子善女人，善的标准是什么？就这十条啊，十条都做到了，你才要称之为善人，善男子善女人。十条没有做到，你就不是经典上所称的善男子善女人。十条里面每一条必须具足其余的九条，条条如是，它才叫圆满啊。
少了一条啊，你这一条就做得不圆满。要从十善业道开始啊，建立我们德行的根本。孝亲如果不落实在十善里头，不孝啊。尊敬老师，十善没有修，不敬老师啊，孝敬就没有了。那么往后三归众戒啊，菩提心、自利利他行，都是十善的扩通。扩充到六度，扩充到普贤十愿。这里讲菩提，因为下面有讲行普贤道，这是菩萨行扩充到华严经上文殊菩萨讲的十波罗蜜，菩提行才圆满。十波罗蜜已经包括所有的佛法了，它的基本基础是十善业，所以没有十善业，菩萨行六波罗蜜也好，十波罗蜜也好，都不能成就。这是我们要明了的，要重视的。再追究十善的根，在孝亲尊师。所以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十善决定修不好，决定修不成就。由此我们才知道啊，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教化一切有情众生的大根大本。我们今天世间大乱的渊源，就是在失掉了这个根本，所以社会才搞成这个样子啊。要想这个社会恢复正常秩序，还是老办法，除这个老办法之外，决定再找不出第二个办法了。菩萨六波罗蜜第一个布施，布施是什么意思呢？无私无我，清净平等心，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叫布施啊。布施里面有两类，一个是外财布施，一个是内财布施。外财布施是讲的我们身外之物，用金钱物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
这属于外财啊。内财布施是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劳力，这叫内财布施。居士林上上下下许许多多同修每一天到这边来做义工，这个义工是属于内财布施，到这来服务啊。供养一切大众，这叫布施波罗蜜啊。持戒怎么讲法呢？持戒是守规矩，守法度。这个道场有道场的规矩，你到这个地方来做义工，无论是出钱出力都好，决定要守道场的章程规约。不能说我对这个道场有特殊的贡献，我要有特殊的待遇，形成特权阶级，那是错误的。那就失掉佛法里面的平等法了。是啊，一定要守规矩啊。居士林这个道场不错啊。大家常常听经，常常读诵，都能够明理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出钱出力的人，是此地真正的大护法。你看在聚会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他都跑到那个拐拐角角的地方，人不注意看不到的，不向前争呐。这个功德更殊胜，从这个地方看到的德行。一切争在别人前面，让别人赞叹你，称扬你，你那一点功德马上就报尽了。所以真正修福的人啊，不愿意人知道，在中国古人所叫积阴德，积德不愿意让别人知道，这叫阴德。阴德报得大了，阴德报得厚啊，他们懂得，就得受罚。守规矩，忍辱耐心的，我们要培养耐心，虽然有耐心，不是一昧的等待下去，那事情做不成功啊，还是要认真努力。精进则是求进步，我们每一次的活动完了之后一定要开检讨会，每一个项目我们都认真检讨，有确实希望下一次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把它改正过来，这是精进波罗蜜啊。禅定是有主宰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，禅定是真实功夫，无论物质环境人事环境，我们接触不会动心的，
会改行，别的道门呢、啊？譬如我们现在读的《无量寿经》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我们是有师承的。老师亲自传授的，我们对老师有信心，我们对老师传给这个法本有信心，绝对不会听说有一些人批评，我们心就动摇了。那你定功完全没有啊！这个人说这个本子有问题，你怀疑了，信心动摇了。那个人说那个本子又有问题，你这一生还能有成就吗？一事无成呐！这是举一个例子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要有坚定的信心，绝不动摇。我跟老师学习，有人家批评我的老师，我对老师信心就丧失了，这个为人弟子之道就丧失掉了。你不可能有成就啊！选择老师，我们很慎重；追随老师，绝不改变。我们道业才能成就。轻易被人几句话就动摇了，那要问问你，你到底跟哪个学？我们今天跟释迦牟尼佛学，人家在骂释迦牟尼佛，批评释迦牟尼佛，说那别的教好，你就舍弃释迦牟尼佛去信那个教，没有定功啊。那个教再信几年，又有人告诉你那个教不好，又要骂那个教啊。再有一个教的时候，你又要也跑，你这一生不就是走马灯团团转吗？你到哪一天你才找到一个真正归依处呢？这种人是佛法里称为一禅体可怜悯者。自己没有定功啊，随风而转，般若波罗蜜是智慧，对于一切人事物理事因果种种转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叫般若。佛说的这个六句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小事穿衣吃饭，喝一口水拿个毛巾擦擦脸，六波罗蜜通通具足。乃至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遵守这六个原则，一时一刻都不离开，这叫修菩提心。所以，这种生活叫高度艺术。
这一点都不假了。能行菩提行呢，再往上提升，行普贤道。啊，你看普贤不称行，称道了。行跟道不一样啊！啊，行是在修学，道是拿到学位了。我们讲正果了，成道了，确实，他证的什么果位呢？在华严经上讲，法身大士。一个人能行普贤道，最低的位次，原教初住菩萨，这是真实的。果位不是小果，普贤道跟菩提行差别在哪里？给诸位说，四相上没有差别，用心跟境界里面的完全不一样。菩提行，他所用的心是相似的真心，不是纯真，相似跟真心很接近了。普贤行呢，完全是用真心的，决定没有妄心。也就是说，妄想分别执着真的断尽了。尤其是分别执着这个意念永远不生了，有这样的功夫，菩提行就成了普贤道了。普贤所用的心啊，就是我们提出来的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起心动念呐，都与这十个字相应，而且是自然的相应，没有丝毫勉强做作。啊，如果还有丝毫勉强在里面，那是菩提心，不是普贤道。啊，没有一丝毫勉强。心心念念流出来啊，自然就是这样的。啊，用这种心礼敬诸佛。啊，诸佛是谁呢？一切众生皆是诸佛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这个心是普贤道啊。普贤菩萨眼睛当中看一切众生，皆是父母，皆是诸佛如来。孝敬的心呢，圆满了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大道圆满了。
这是普贤行的。如果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，还加个过去加个未来，它是菩提心，不是普贤道。普贤道里头绝对没有这种分别意念的在其中。这个地方很微细，普贤道里头纯善无恶，第二愿呢称赞如来，与性德相应的善称扬赞叹，与性德相违背的这些恶，不但绝口不提，念头都不生。这是普贤道，但是在菩萨行里面，菩提行里面，这个念头还存在。像我们现在，学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我们对一切众生的礼敬，不是出于真心的。是出于什么呢？出于顺从佛陀的教诲，佛教我们这么做，我们就这么做，不是真心的。称赞如来，看到别人善事好，怎么称赞？看到别人坏事，虽然不说，已经落了印象了，这就不行啊。普贤菩萨了，不落印象啊！我们落了印象了，差别就在此地。广修供养，在菩萨是布施，你看，在普贤呢称供养，普贤是最极真诚恭敬心，真诚恭敬心。修布施就叫供养，对一切贫苦的众生，我们以财物供养他，就像供养自己的父母尊长一样，像供养诸佛菩萨一样。绝没有一丝毫轻慢心呐，这是普贤道啊！广修供养，那个广字没有分别啊，所以说无私无我。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，一切都不分，平等供养。这个平等不是说供养都一样多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平等心供养。所供养的物，那是看需要，看对方的需要，看自己的能力，尽心尽力就是圆满。可是要记住，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跟我们讲解广修供养，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
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服务的项目无量无边，这么多项目里面以哪个项目为主，哪一个项目最重要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什么项目？教学。教育这个供养是第一了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这个最重要了，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那是破迷开悟的前方便，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目的在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也像诸佛如来一样悟入诸法的根源，这才能达到转凡成圣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帮助一切众生做佛，这是究竟的目标，是真实的供养。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先要成就自己。自己不能成就，要能帮助别人成就。佛在经典里面说的很多，无有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先要成就自己，成就自己就要认真修学。修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忏除业障。忏悔法，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等觉菩萨天天修忏悔啊！很认真的，每一天反省，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，把自己的毛病啊改掉，这叫忏悔。人见别人过容易，见自己过太难了。佛教给我们，别人是我们的镜子。我们看到别人过，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我们就被污染了。看到别人过，立刻回过头来想想自己，自己有没有这个过失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天天要省察，天天要改过。等觉菩萨还没有圆满菩提，所以他有过失，他还天天改，到如来果地上，那才就没有过失了。没有过失，他要帮助那些有过失的众生，于是他示现有过失，这个叫大慈大悲，慈悲到了极处啊。他来唱戏，他来表演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六根接触佛菩萨境界有所感触，
有所感悟，佛度众生，佛教众生，善巧方便到基础啊。后面教给我们自己成就，还得要帮助别人。常随佛学，破我们无始以来嫉妒障碍的烦恼。哪一个众生没有嫉妒心呢？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嫉妒烦恼啊断掉？随喜啊，常随佛学啊，修这个随喜功德的啊，能够没有嫉妒障碍了，他才会真正发心帮助大众。请法师大德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，请转法轮。如果条件许可的话，请这个法师大德常住在这个地方啊，这就是请佛住世啊。普贤宏愿就是这七条啊，后面三条都是属于回向常随佛学，是回向菩提，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，普界回向是回向实际，幕后三愿都是属于回向，行普贤道，这是教化了三个层次啊。第一个，借发信心转恶为善；第二个，修菩提行转迷为悟；第三个，行普贤道转凡成圣。这是佛教给我们啊，我们在此地诸位年轻法师，你们发心弘法利生，教化一切有情，要记住啊！要知道怎么做法。随身他方世界，永离我道。这是讲你要到六道里面去实现。也跟诸佛菩萨一样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现什么身，随即设法了。虽然身在六道里面，你永离我去，这就是说，你到恶鬼道里面去变恶鬼，跟鬼设法你到畜生道里面，你变畜生身给畜生说法，你到地狱道里面像地藏王菩萨示现的在地狱道说法，在哪一道一定现那一道的身，你是不是卧道了？不是，你是尘缘再来的，所以叫永离卧道啊，永离不是不到卧道去了，卧道的因没有了，卧道那种苦的果报你不受了。
那么下面呢，这讲示现的，啊，或要说法，啊，你示现，啊，讲经说法的法师大德，这个法师有在家有出家，啊，看缘分的。啊，愿意什么身得度嘛，就实现什么身啊。啊，或要听法，啊，听法说做影响众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法会里面有些有身份有地位的，啊，有德行的法师、长者、居士，他们是应化来的，他到这边听法是做影响众的，或显神足，神足在此地不是讲神通，啊，要把它看作神通那就有错了。神足在此地怎么说呢？善巧方便很多啊，这是属于神足啊，足是讲满足，神是神奇莫测，方法很多啊。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讲堂里面，我们在学习，给诸位做报告，啊，我们利用网络，啊，现场就传播到全世界了，啊，在网络上听讲的人数比我们现场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呀，啊，同时我们将这个录像很快地做成光碟，流通到世界各地，啊，这都是属于获现神通，啊，所以此地的神通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怪力神乱的，不是这个事情，是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，而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在过去，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啊，我看到一个剧本《归元经》，这是很古老的剧本，啊，昆曲的剧本，这是获现神通，啊，他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把它编成故事，用舞台表演的方式达到教学的效果，这个方法好，这是获现神足啊！所以这个经典里面的内容啊，可以把它写成剧本啊。现在在电视里头播音非常好，能够把它写成电视连续剧啊，我相信看的人会更多，会很容易接受，比我们在这讲的效果还要大。还要殊胜，这都是获现神通的方法，随意修习无不圆满，啊，佛法不是定法，活活泼泼随意修习，啊，
修是修正我们的过失，修正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习是在练习，学习佛菩萨的生活，啊，学习智慧的生活，学习艺术的生活，这才叫圆满。啊，幕后这两句总结前面两愿，若不二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一愿，今天我讲的比较上详细，啊，我想这个说法大家了能够明了，而且真正能够学习才得到佛法真实受用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